吃素食嘛，都是吃素的嘛，要煮得漂亮一点，他们拿起便当来看起来哇很好吃，然后那个就是我的最快乐的时候。他说是内政部表扬慈善，但基金会也行。我应该是差不多三十五岁吧，15在开始就干医院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直接跑去罗宝全家，那我就开始跟他讲说，那要怎么讲？他说随文随力啦，反正你一个人100块啦，多少都没关系。然后其实啊，我们要布施，不一定是有钱人。 其实你虽然很辛苦的话，你可以不失你的能力也都可以。因为我本身有一点气喘，一些师兄师姐一直鼓励，一定要动，你要做好环保，然后要照顾好家庭，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。 我就来参加了这个乐龄的工作，就想说借着这个乐龄的活动，我可以增加我的体力，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慈济。